有溜冰女神之称的马晓晴 Mays 退役舞蹈运动员之后，都算是踩了半只脚入娱乐圈，电视综艺成日见到她，近排连主持都捞埋添啊！出名样靓身材正的 Mays 近排就去了中东旅行，去旅行心情咁靓，当然 post 好多靓相同大家开心 share 啦，大家睇下 Mays 几开心。仲玩埋自制过场效果添啊！不过细心留意佢呢件黄色超低胸背心，好似有啲异样、啊。有网民就怀疑佢心口春光乍泄，有露云疑云。当然都有网民话只系角度同阴影问题，叫大家几廿岁唔好咁多幻想啦。不过 Mays 对呢啲谣言一于小理，冇正面回复，亦都冇 delete 条片。仲继续 post 去旅行嘅靓相靓片，点都好啦。总之 Mays 继续派福利，大家又点会有投诉啊？